你现在在吃午餐，你待会儿3:30的飞机去 Krabi。肚子好，因为我今天只吃了早餐，现在2:00才吃午餐。大家这不是广告，我建议大家去办一张那个 AE 的信用卡，然后这样你在香港机场就可以来乱吃东西，都是免费的，真的很划算哦。再说一次刚刚那个，喵喵喳喳咕噜喳喳。喵喵喳喳咕噜喳喳。我们现在到甲米了，然后天气不是那么的好。阴天哦，哇，你这不打汗的人。불다켜있지않았어 아, 아안켰네아나바본가봐아오마이갓오여기마스있네아여기산있는것같아아지금빨리좀좀정리하고밥먹으러가자뭘정리그냥밥먹으러가면되지응알겠어방문펜우자에환이말니엉덩이도좀보여줄게왜왜왜就是怕蚊子咬你的屁股나도보여줘응오케이됐어求开！我等一下要去逛 Seven。我等一下要去麦当劳。你看他们的麦当劳叔叔也是沙瓦迪卡的。马杀鸡啊，马杀鸡！哇，진짜싸다！哇，싸는데이거。要不要吃一个？好啊。Banana？好。Banana pancake。Cheese 붙여야지。哇！它这个做的好好吃哦，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因为它的表皮那个饼是脆的，超级酥脆。哎，我还要吃，你不能吃那么多啦。而且它的香蕉，它没有说是香蕉酱，它是直接真的是这样子一整块的香蕉。嗯，好吃。我要听到脆脆的声音。안녕밤에됐어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나내일도먹어야겠다마사지这家要不要等下试试看我马上来哦我们看看哦好聪明哦这个人现在立刻在店家门口用 Cook 买了这个好像这在 Cook 上面买应该便宜个10块吧就我们刚刚看到那间店不错然后就马上在 Cook 上面就是买了然后进去之后呢店员告诉我们就是现在因为现在是7:30然后他说现在没有位置要排到10:30了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吃饭之前来这里订一下然后这样子刚刚好啊我们就是吃完饭然后休息一下10:30再回来做按摩啊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是海耶完全因为现在完全看不清楚反正这里一条街超级长的여기먹을까맛있어보여요느낌이있어金色的包金色的包装反正귀여워
파타이에 파타이에 我觉得我们找这家好舒服，就整个风格也很漂亮，然后有人在旁边唱歌。完全买什么呀？맛있어보여어때맛있어맛있지태국의이런물고기맛있어看一下泰国的袜子有什么？对，哦，其实我发现我根本不用带那些那么多东西，其实这里都可以买到。防晒啦，超级多，有 LV， 防晒超级多哎，太多。好，这些品牌就是跟我们在香港见到的都一样。哦，一个应该玩的那个，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牌子的包装看起来蛮可爱，蛮吸引人的。129而已。30元？好便宜哦，30块。我不太清楚。一个一不的。我不知啊。你不知啊？拿着 Lady 去的一单，非常的好哦。哇，呀，好不给力棒！来一个花生菜饼。哦，필요없어돈낭비돈낭비好，现在是9:30，然后回酒店了。我想，因为我特别特别想卸妆，因为我现在整个人闷闷的。卸了妆之后，我们再去 massage。我刚买了这个颜色，先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好看哦。好吧，我现在准备卸妆了。我这是带来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必备，因为我的这个 Kiss Me 睫毛膏一定要用这种东西，不然的话就卸不掉。然后再用卸妆的这个眼唇卸，是带了这个 Shu Uemura 的，我也不知道该用谁，紫色是美白吗？然后绿色是抗氧化，先用绿色好了，我就没有带卸妆水了，因为卸妆水太麻烦了。就一种在给自己的脸做按摩的感觉，好，这样做了之后加一点水，也一定要乳化这个。哎呦喂，真的很干净的感觉，乳化掉了之后，好，接下来就用我旅行就会带的这个。它一盒有超级多包，然后应该是200-300块，然后一盒，然后超级多包。我就是平时不会用，这是酵素洗颜粉，它很方便，就这样子加几滴水之后，超级多泡泡的。你看，才用了一半。它这款是洗的比较干净的那种。如果你是干皮的话，我不知道你用这个会不会觉得太干净了，反正。洗脸卸妆步骤就这样完成了，然后我要洗完澡，我洗完澡再来擦保养品。现在分享一下我的护肤步骤，第一步还是用这个精华，面部精华。我会这样按摩一下，会感觉吸收更好。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就随便装了一个这个小道吗 Espoir 的一个面霜，长这样子的，它闻起来跟它的防晒味道好像，不要擦太多，一点就好。护肤都这样完成，接着吹头。
卸妆洗了脸，就很清爽很舒服的感觉。됐어아좋구만시원했어好，我们要睡了，而且明天我们蛮早的，明天八点就要出发去皮皮岛，所以说八点之前起来洗漱吃早餐。加油 ，Good night，Good morning。我们现在要去准备去皮皮岛，这是我的玩水装备。因为他们说没有地方换衣服，所以就直接穿好里面穿好泳衣就可以了。现在是7:45，去皮皮岛的旅行车待会儿会来接我们。舒服的感觉。下雨。来看一下。哎，我的镜头起雾了。下雨呢。조산조산그리고여기우리헝커에서사왔는데사실여기도살수있어요근데보면이게훨씬좋아아이게퀄리티도좋아오케이완전이쁘다우와완전이뻐오무슨클리프이래클리프안녕안녕사랑줘요我们今天去了皮皮岛，可惜的是今天下雨，非常非常阴天，很冷。我们现在到了 Bamboo Island， 可是现在下雨，很冷呢。这个海是蛮漂亮的，浅色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船上睡觉。其实我也去了浮潜，去了一次，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然后我们就下午是4:左右的时候回到酒店，吃了一点零食，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餐喽。毛毛 ，banana， 嗯嗯，너는아무튼난 banana。banana， 호프나아니 banana， 嗯，아니 banana， 허니아니 nutella， banana， 嗯。Can I have one banana pancake, please? 我们又吃这家 Thai pancake。好。
Thank you. 走。耶。我先记一下。烫啊，小心。好吃吗？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它是超级脆的，它煎的就真的超好吃。我也想吃。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没啊。是这么说。然后我们今天下午还买了，随便路边买了那个切好的芒果，还有一份芒果糯米饭，都很好吃。对，我们这边是澳南海滩，然后它这里就是沿着这里就超级多店的，就是有逛的有吃的。好吃不贵，么么哒。好吃不贵，么么哒。真的 OK 讲。你知道，就是在泰国，只要经过这种 massage 的店，就会有这些头，我觉得好可怕啊！为什么要放这些头在街上？虽然我知道它是为了展示它的发型给大家看啦，但是就是你放这些头就很吓人，我觉得。哇！Mango shake。Mango shake 可以开了。Thank you。哦，对。一个的。맛있네아라이맹구아이게나이마켓이야차타고가는나이마켓아니고아그냥풀스트리트나이런거좋아와멋있네아我想吃一个炒面炒面应该很好吃好，我要吃一个炒面。B B Q。我们点了这个，这个，还有一个。哇，来喽！好像好好吃哎，我觉得它都看起来好好吃哦。有没有好吃？好吃。好吃，我真的超想吃这种炒面的，感觉他们的炒面就是很好吃。哇！看看看看。哇，这鸡肉炒面太好吃了吧，有点辣辣的。给我们看的炒面超级好吃，来泰国一定要吃炒空心菜。哎 ，baby， 你好像从来没有像我一样说，哇，好好吃。你都是，你都是，哦，好吃，吃饱喽。有一点点辣，但是很好吃。我也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反正这里就是我们沿着那个澳南海滩走着走就来到这里了。Masalia Masal。我们来了别人的 resort， 帕达索里达。哇！哈哈，왜따오늘날씨별로였어그래서낮에는여기바다도안이쁘거든와밤에좀어그네도있어그네탈래어요요요아진짜눈물나가서기분이어때很好재밌겠네어때재밌어재밌어오재밌어오재밌어세상재밌어아졸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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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心情好好哦，就是一下子把今天出海时候就是因为湿漉漉的，然后没得换衣服就很凉，然后现在就觉得好舒服哦。然后现在应该要去补几支口红吧，昨天那个唇釉我觉得还不错，补几个其他的颜色看看。来旅行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这时候呢你也要学会享受当下，就是即使是比如说天气不好啊或者是什么的，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就之后肯定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Yes, I tell you 249 baht.